大家好，我是简单哥，简单做菜来说变得很简单。简单哥今天做什么？在这么忙碌的生活中，想要快速完成一道料理也是必备的条件之一，那个配饭小菜的部分就非常重要。大家记得简单哥之前教你们做过辣炒小鱼干吗？应该教了本没有？哇，饭实在是很好吃。那我们今天又要来做一道超级配饭的神器，叫做辣炒萝卜干。你们一定要学起来，不管是配饭、配面、配粥、配任何的东西，都能马上快速上桌。小说说，赶紧来做喽！还有喜欢什么小菜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知道。正片开拍前，一定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不然就跟 IG 转个圈，点赞、订阅、截图。热锅下油，炒去萝卜干的水分。加入辣椒、蒜头、豆豉拌炒，加入米酒、香油、胡椒、糖、炒香即可。